有些战士料理乡亲们的后事，请到同志跟我走。是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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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回去，报告团长和政委。湖北已经在一个小时前逃窜，我们正在追踪侦查。
小波，这是姐姐的一个心事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生活上一直不会照顾自己。来，王林。小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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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配合建设东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，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的消灭徐大马霸、九彪、李德林、马其山、座山雕这些政治突围。我们所要对付的敌人是一批惯匪，少则几十人，多则一二百人。用大部队消灭小股的土匪，就好比用拳头打跳蚤。我们这次救援夹皮沟就非常的被动。邵金波同志说的非常对，土匪熟悉这里的环境，又适应这里的气候，他们心狠手辣，而且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我们就是用篦子梳头也会有漏掉的虱子。而且老爷岭一带又是茫茫的一片大林海，加上我们的战士都是从关内过来的，不习惯东站。我建议组建小分队进山，靠近老百姓，靠近敌人，配合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，边侦查边打，边打边侦查。你准备怎么打这一仗？可以采用短距离的奇袭、合击、穷追的办法，不给土匪任何空隙和喘气的机会。我们挑选出来的战士必须具备孤胆作战的本领，还有克服困难的奇能。对，我们需要的胆量啊有两种，一是集体作战的群胆，二是各自为战的孤胆。我们所要求的是孤胆，因为是跟土匪作战。宋苍义啊，听说日本人留下一批烟土落到一会儿胡子手里了。这个我不清楚，当时日本人查找这批烟土也一直没有线索。听说牡丹江地下先遣军都标在一张图上，叫秘密联络图。你清楚不清楚这张图今天的下落呀？听说是有这么一张图，现在这张图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。宋高三呐，联络图和这批烟土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啊。我们要想在兵随突家干一番大事，没有钱不行，没有人更不行啊。我准备在牡丹江下游神和庙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，负责兵随突家五个旅的联络。我想派你去负责，同时要设法找到联络图和那批烟土。日本人投降之前在牡丹江地区派遣了大量的特务，他们有的藏在城市里，有的呢就混在土匪的柳子里。这些情况被一个双面特务都记录在一份联络图上了。这份联络图可是一个重磅炸弹，如果我们掌握了它就炸了敌人，如果敌人掌握了它就炸了我们。你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联络图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哎呦，我的爷爷，您这是来吃软面还是吃硬面呢？软硬不吃。哦，那豆腐是老的吃还是嫩的吃呢？老少不爱。找谁呀？一个灶坑的柴火。爷，那咋还不冒烟呢？岁数大了，糊涂，忘了带引火的松树油。哎呀，我这正好有松树名字一大篓，您老里边请，我马上马上啊。哎，小爷儿，那您这边。小分队全体集合。向前干！报告二连三，剿匪小分队集合完毕，请收查指示。回队。是。搜去。下面请司令员为大家下达指示。司令员。同志们，哎，稍息，今天没指示。到小分队来呀，就是想感受感受这个战前的这种气氛，看看我们这群小伙子精气神儿，谈谈情况吧。报告司令员。小分队每一个战士都是从连队里推荐上来的，百里挑一，有战斗英雄排排长刘寻仓，夜行百里的长腿孙达德，还有攀援能手栾朝家。刘寻仓，你就是坦克吧？好，来，咱们试试这战斗英雄的手腕子怎么样？啊，二连三，等一下，首长，啊，我当裁判，来，快点，大哥，哎，哎呦，有劲儿，有劲儿，悠着点啊，预备，开始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司令员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司令员，加油，加油。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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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司令员加油！哎呀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不行吗？还真厉害！好好好，听说你浑身是劲儿，只要一咬牙呀，这鼻子都往外冒烟儿，有这事儿？哦，对了，还特别能吃，一顿饭吃过一盖帘粘豆包，有这事儿吗？报告首长，我最好的实战成绩是，一顿吃两盖帘粘豆包，外加一瓢酸菜汤。报告完毕。哎呦，这得3斤多黄米面吧？啊，还不算掉馅儿呢。司令员，坦克净绝活，他撇石头撇得特别准，左右开弓。大哥，给司令员露一手。撇石头算啥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。我今天呢，就是要看看这个马尾巴穿豆腐。来，哎，大哥，司令员看看。哎呀，算了，露一手。干啥这么怀旧啊？这要给我抬高了，摔地上不把我屁股摔成兔子嘴了？哎，坦哥，啥兔子嘴有你屁股这么大？那得是兔子精吧？来来来，搂一手，快，搂一手，哎，坦哥，搂手。那我就试一试啊。我说坦克，这粗手粗脚的大身板，什么时候练了这么一手绣花针的本事啊？跟谁学的？跟杨学的。跟杨学的？哦，当小半拉子的时候就当杨官了。对，家里穷，从小就给随风店姓范的地主老财家放羊，羊不老实啊，我用这石头调调它。这马西山的老曹大锅盔就在随风店一带吧？对，首长，我可把话先说到前头啊，马西山可不是我老乡。是老乡又咋样了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，这个马西山呢，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
最后一个掉眼泪的肯定是他。会黑化吗？不会。你们还有谁会？没有。不会土匪的黑化？这是个问题呀、啊。坦克，组织大家，要学习土匪的黑化。见到侯定坤了吗？见了。他到底打算扒了哪颗算盘珠子？许大马棒。许大马棒，他奶头山上到底有几根林子？一是正三炮，二是胡彪，还有一个老北风是半路上牵来的撅嘴骡子，还没经过调教。现在也只能是啃啃槽帮子，喝喝刷锅水，剩下的那些个，哎，都是一些窝囊废。英雄雄一个，将雄雄一窝。侯殿坤想动咱们的盘子，他还嫩点。我手下这八大金刚，个个都是下山虎，能杀能砍，人和心马和套，这可是花多少钱都难买的东西啊。要不怎么说人间灵应无双地，天下威严第一山呢、啊、您可别听这些闲话，没影的事儿，您才是撑起兵随屠家这片天的大树，弟兄们才下有阴凉可乘，冬有风雨可挡。谢司令，日本鬼子倒台之后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带弟兄们去投奔您，可您千年的灵芝万年的参呐、啊，都长在林子里。威虎山你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你就真舍得挪窝？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。哎，这哑巴绿叶，哎，妈巴的真冲！下回我得买点兰州的烟，兰州那个远烟抽一抽。嗯，那就软着点吧。今年冬天毛毛冬，痒痒飞镖。嗯。风水轮流转，以后的事儿谁也没法预料。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我就和你打个招呼。这个地方太招风，以后你也少来啊。嗯，我看你还是先走吧。谢司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哎，小盛，往那边去，往双井坡那儿，就在这边。哎，过来，放这儿，从这边开始。所有的干部都到了吗？啊，好。哎，田司令，啊，这么大火不动筷，快点，动筷，等着你的好菜再上来啊。马上就来了，脚全下齐了，来。
来，咱们干一杯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咋的？我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吗？不能喝，不能喝。别扯了你，这酒你得喝啊。我喝不了。干了，干了它。真的不行。你别耍赖啊。谁耍赖了？你上回就是喝了一半撒一半，干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喝不了。你让大伙，没你的事儿。你让大伙都等着啊。好，快点。哎呀，酒不饺子，再来一杯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老杨，你饶了我啊！今天要跟你喝酒的呀，那几个是你的对手，去敬203一杯。司令员，我可不行，我滴酒不沾的。快点去，我命令你。是。203，咱田司令发话了，老杨，你这酒不能不喝呀！啊，我刚才敬的酒，他都没话说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喝这酒啊，就不够意思了。老杨，你这酒太冲了，203的真不行，我替他喝行不行？来来，我替他喝。那咋行呢？这酒哪替呀？203，这酒可是咱们这个壮行酒，你一定要喝。来，203，你呀，我也喝，少喝一口啊。这是老杨的一片心意吗？啊，来，来吧，走了。哎呦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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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呀，你还得练啊！来，谢谢。哎呀，同志们呐，我请大家吃饭，是给大家践行啊！啊，这次我们组建小分队，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！啊。这个打游击嘛，我们并不生疏，是吧？从井冈山我们就打，跟日本人打，跟国民党打，打的都是游击战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是敌人跟我们打起了游击了，啊？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同志们，这戏台变了，是不是角色也得变变呢？啊，所以你们要学习，我们也要学习，我们要总结出一套经验来，这对我们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是大有益处的。司令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绝不辜负军区和首长的希望。侯长官，共产党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这几天，共产党的军区司令部整夜的灯火通明，看样子好像有什么大的驱动。根据目前的局势，我们要在军事上重新进行调整。我们的一旅马戏山部在这儿，这是二旅吕德林部，三旅许福部，四旅九标部，五旅左山雕部，谢文东部在这儿，距离我们太远了。我们要把谢文东部从伊兰玻璃一线撤出，往凋零一带靠拢，形成对牡丹江的包围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攻打牡丹江啊，消灭共军，独立二团。你马上通知兵随突加五个旅的旅长，让他们在冬月18日这一天集结开会，不得有误。我要传达上峰的旨意和密令，时间地点由你来定啊。这是五个旅在牡丹江的秘密沿线名单，分头叫他们去办。侯长官，侯长官，
共产党军区司令部里的那个。自己人。二零三啊，这个组建小分队可是你的建议，这很好。可是小分队不能套用正规军的作战方法，当然了，个人的勇气啊、功夫，这都很重要。可是打土匪不能光靠这些呀、啊。就说这些土匪吧，在东北生活了50年了，啊，他们有他们的规矩、习惯和语言，比如说黑话吧。我打个比方说。两个土匪坐在你的面前说话，你们都发现不了他是土匪，这不等于我们在那等着吃黑枪吗？啊，哼，你是谁？报告首长，牡丹将军区一支队二团参谋长邵建波。你是谁？我是我。压着腕避着火，从哪盆过来？呼兰巴卡。什么价？心想巴巴坑，不知谁是长梁台，抱抱迎头。西角林啊。好。老杨，哎，你真行啊！啊，瞎整瞎整。哎，什么时候学的？参军以前呢，闯过2次关东，在这个关中山打苦工的时候，土匪的话、土匪的事儿听过见过。小分队缺伙夫吗？怎么样？啊？缺不缺？哎，把老杨带上吧。二零三，他的饭菜可是个绝活啊！啊，司令员，我看先不忙着定吧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行。哎呀，同志们，这深山老林、冰天雪地、林海雪原，在那儿等着考验你们呢，啊！来，同志们，为小分队的践行酒，开喝！来，哥，这谁在这叫没有没有？这回好了，田司令要把那老羊头塞到咱们小分队来了。哎，咱们可得跟二零三说好了，别把那老羊头弄咱们小分队了。我听说这家伙呀，他毛病可多了，他要是进了咱小分队，那还不乱套了？还怎么叫精兵强将呀？咱们团的人分到小分队，那是百里挑一，一个一个选的，咱们队又是参谋长亲自带，不会要的。你操什么心呢？不过这事儿也都怨咱们，谁让田司令一问黑话，咱们都跟大傻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不会说黑话就不能打土匪了，我就不信。不会说黑话还不能解放全中国？哎，唐克，你这就扯远。你没听田司令员说，咱们打土匪，如果不懂土匪的黑话，两个土匪就是坐在你面前唠嗑，你也认不出来。好啊，同志们，刚才我讲的话，大家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散会。
你给我过来！你过来！啥事儿啊？我犯啥错了？啊？我咋的了？哎呦！谁说你犯啥错了？啊？我没犯错。你轰我走干啥？哎呦！哎呀，老杨啊，你看啊，你熟悉土匪的黑话，是吧？这个呢，又熟悉他们柳子里的情况，小分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跟定你了。老杨啊，203是延安过来的人，人家有文化呀，你跟着他比跟着我有出息。他有文化咋不是司令员呢？这是打土匪，也不是听四叔先生讲课。那土匪懂文化吗？他们的枪子儿懂文化吗？不照样打死人？我，你净是歪理儿，歪理儿！要不说你没文化呢？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啊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呀，给我听好了，明儿一早我就给你介绍信。开好了介绍信，你拿着它给我到小分队报到去。田司令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是敢写那介绍信，我非把上次开完联欢会你偷吃老乡四颗酸菜的事给你兜了出来。啥？酸菜几颗？四颗。什么四颗？我都忘了，你还记得呢？哎呀，老杨啊，学会犯小啥了你啊？啊！你给我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现在什么事儿比打土匪重要？他们打他们土匪呗，我照顾你还不是帮他们打土匪啊？行了，我算明白了，老杨啊老杨啊，你呀，为什么不愿意去小分队？啊？你是怕挨冻受饿，在司令部里舒服惯了？嗨，你纯粹是让我给你逛坏了你。你以为203愿意要你啊？人家小分队都是从部队里挑出来的人尖子，一个赛一个。你以为你光你会说黑话呀？啊啊！你以为你是个香饽饽啊？别人都抢着要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要是愿意去，明天早上到我那儿去拿介绍信。你要是不愿意去呀、啊，你该干啥干啥去。是不是对老杨同志这名小分队有点什么想法呀？啊？怎么说呢？老杨这个人，谁都知道他原来的历史很复杂。他原来还跟有钱人看家护院当过炮头，跟什么人都能搭上茬，挺油的。要不然他怎么会说黑话？嘿，嗯，还有什么？他又不像高波和蓝超家他们那样，从小苦大仇深，自幼就参加了革命队伍，也不像孙达德，参军之前是个学生，很单纯。还有什么？都说出来，都说出来，啊！你看小分队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。可老杨呢，他一次入党申请书都没写过。平常呢，还爱喝上两口酒，这一喝酒，就爱唱酸曲。什么亲哥哥、亲妹妹的？田司令员，好了，我不想说什么了，啊，小分队总得有人做饭吧，啊，让老杨去做一顿饭，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，啊，不过邵建波同志啊，我对你的这种思想方法有点担心呐、啊，你是啊，怕老杨同志不可靠，你是怕他像有的人那样投敌变节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想做点什么坏事，不用进小分队，随便在锅里撒点什么，那就是全军覆灭。找我有事儿？
站住！愁愁。